我是希望说可以把这个结果啊，直接就做出以下这五个按钮哈，有没有？就是汇率下载，就刚刚那个 sub 啊，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 sub 是汇率下载，对哈？但是汇率下载完之后，还是会需要做一个修正日期，所以我建议哈，你干脆就直接把那个汇率下载这个 end sub 上面哦，再增加，等它下载完之后，直接就帮我修正日期。所以你可以把修正日期这个 sub 哈，直接就放在 end sub 的这个上面这一行。然后因为你要呼叫它，对哈，所以你前面再加一个语法叫 call 的话就呼叫的意思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把资料下载完之后，顺便就把这个日期就修正了啊，不然的话你可能如果没有。哎，如果你用人工，你变你要人工再做一遍，那变没有半自动化了。你要全自动的话呢，那就直接怎么样？干脆就把这个修正日期这个 sub 哈、哦、写到这个它的 end sub 的上面。哎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本来哈、哦、需要执行两次嘛，那现在的话只要执行一次啦。所以哦，你会发现这个资料假设明天又更新的，对不对？你就按一个汇率下载。然后它就下载完，然后并且一样就修正完，那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不用做两次哈，只要增加一个按钮哈，那这个按钮的话就对应到哪一个？对应到刚刚的这个 sub 叫汇率下载，就增加一个叫 call 修正日期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那并且呢有资料之后，哎，所以这个爬虫爬完之后呢，那你可以帮我把爬下来的资料呢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。因为你爬这么多东西哦，如果你给你老板看，你老板说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可以让他简单一点点，让我好理解嘛。哦，有这高高，说这实在是对一般来说太不友善了啦。哦，你千万不要给人家一大堆资料给人家看，你看我这个最近的变动怎么，我哪看得懂啊？你可以简单一点。所以最后的话呢，你就把图给画出来。所以我们刚刚画了一个美元之，所以对应到一个按钮就是按下去。一看就知道了嘛，有没有？最近好像什么时候比较，好像稍微往下，9月30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9月30会跌得比较低？那为什么到10月9号好像又往上冲高？原因何在？所以你可以看其他的汇率有没有一个联动关系，找到原因，或者是那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战争啊，或者是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？一定有原因的啦，OK 哈、哦，那你就可以找到关联性。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，哎，你可以及早买，及早卖，哎，那其实可以赚这个价差了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，人民币折现图，那、啊、再来三图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哦，汇率下载，哎，就爬虫有没有？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你的工作哦，哎，需要大量的取得网络资料的话，那我是建议啦，你这个一定要学会。如果你这个学不会的话，那你真的很累，每天光做这些资料你就做不完的，是。OK，好，没问题。这个地方吗？就这个其实网络上也有啦，只是我加了这个 colon a 有没有 colon 时 a 点 auto fill 啦，啊，这边是 call 而已哦，就写在汇率下载 end sub 的上一行就可以了。哦，OK，好，好。这个空格这边吗？这个其实不空也没关系。哦，一定要空，对对对。这个 call 的话就呼叫这个 sub 啦，哦，呼叫它。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要把两个或三个以上的 sub 串成一起的话，那你就用 call 的方式。所以一般还有这样写啦，就你写好几个有没有？一段一段一段，啊，全部把它串在一起，它就连续帮你全部做完了。哦，比如一整天的工作哦，哎，就全部 call，哎，全部都把它串在一起，等于你只要执行一个按钮，你今天一整天的事情。就自动全部帮你把报表产生了，OK，好，好，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哦，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刚刚的问题哦，最后那个问题把它 ending，哪个问题？美元、人民币嘛，啊，底下还有啦，底下还有哪一些？还有欧元嘛，哈，还有美元兑日币，还有英镑、澳币等等的哦，这么多。那如果假设我希望把底下总共有10个图哦，现在只有2个图。通通把它绘制出来的话，那我应该怎么写这个全部？全部这个已经做好了。我看一下，哎，不对，这个没有成功，我把它删掉。那应该怎么做哦？
首先的话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刚刚的这个哎 ，module 2哈、哦，不过可能会有同学问说，老师 module 1跟 module 2里面的那个 sub 可不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？其实是可以的、啊。如果你不喜欢 module 1跟 module 2分开的话，有没有？你是可以把 module 2的程式剪下贴到 module 1，把 module 2删掉，没关系啊、哦。这个分一个分两个都没关系、哦、啊，只是说如果你不想动的话，你就要记得说你的录制的程式是在 Module 2里面、哦、那如果假设我要把它改成怎么了全部折线图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去观察什么，观察美元跟人民币这两个图之间的差异。你想说哎，这个什么差异啊，第一个是按下它第一行好像有变动，第一行什么地方变 ?M1 变成 M11。所以如果欧元的话理论上应该什么 ?M1 应该变下一个应该多少 ?21 嘛。有没有，所以1变 21, 下一个应该是变21的。再来就是 31, 哎、欸、所以理论上这个主要指的是坐标位置哦，有没有哦，这个坐标位置是 M1,M11, 再 M21 嘛齁。再以此类推，就 M31 以此类推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画全部折线图的话，那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关联找出来。哎，怎么样可以让它每执行一次自动帮我加10的倍数？有没有？所以初始值一嘛，再来就是把后面那个值加10存回去，加10，哎，不就可以了吗？对哈、哦、，OK。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啊、哦。全部折线图怎么写？全部折线图啊，很简单，你底下可以写一个 sub， 全部折线图，有没有 ？Enter 就可以了。那再来写的方式哦，我建议你刚才直接拿美元折线图把它 call 过来，那来改好像比较快啊。改的方法第一个哦，我刚刚有讲了，就是我们总共有10张图，所以你写一个回圈 ，for i 等于。1到 10， 因为10张图嘛，1到 10， Enter 两下，打一个 Next， 那意思是说我在1到10之间做变化 ，i 的值哦，所以 i 是一个变数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在 for 回圈里面按个 Tab， 所以 for next 中间这边写什么？写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把这两行有没有把它搬到中间来。好，然后把它按个 tab 啊，这两行，因为在 for next 里面执行，习惯上按个缩排。好，那做什么呢？哎，基本上哦，就刚刚讲的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这个一第一次它是一，可是当它跑一次回圈的话，它就变成加上10的倍数。所以我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哦，就是这里加一个变数，变数的话，我习惯加在。for 回圈的上面哦，也许给叫个 k 好了，初始值等于1好了，哎、欸、有没有？它如果刚开始是1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当每次跑完之后的话，把它加10，所以底下你可以在哪个 next 的上面加一个 k 等于 k 加10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就会刚开始是1，然后每跑完一次。就会自动加10存回去，变11，加10之后，给11再加10变21存回去，哎，这样好像就完全符合我们要的嘛。接下来的话，你就再把什么，把 M1 的一有没有，把它改成 K 就可以了。但这个变数啊，你不能直接把它这样直接放 K 哦，它变成 MK 不对哦，应该是把一 delete 掉，移到双引号外面加一个空一格 ，and K 就可以了 ，and 再空一格。指的是把这个 m 后面的数字哦变成 k 的变数，把它串一串，所以它一的时候跟它一起串呢，它会自动转成文字，跟 m 串就变 m1 了哈，以此类推啊，这个一样 ，left 跟 top 啊，这个一把它 delete 掉，改成 and 空一格 ，and 空一格 k， 因为 VBA 的 and 前后一定要空格了，所以你就把它空一下，好。这样的话呢，理论上哦，我们就产生1到10的这个图了。当然，你现在如果执行的话，会得到什么结果？我看一下执行，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10张图？哎，1、2、3、4、
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应该是十张没错了哦，因为他跑十次回圈。可是你说老师有十张图了，但问题为什么每一张都是美元的折线图呢？哦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还需要修改，有没有？刚刚我们是改这个这两行有没有？外面先包个回圈嘛，哦，然后再加一个 K 的变数。那你说老师哪个地方有问题？哎，对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叫什么 source data 有没有 ？source data 的话就是资料来源。那我一律都指向 A1 到 A39 B1 到 B30， 可是问题我应该是当 I 的值它增加一个之后，它应该要抓下一个栏嘛？可能 B 要变成 C 嘛 ，C 要变成 D。但问题这边没变啊，所以如果假如呢，我要让它能够换到下一栏的话，那你必须把这个 B 这个文字有没有？这两个文字哦，让它增加一个变数，那个变数会自动跑一次就下一栏，跑一次就下。可是问题来了哦，哎，这个 B 它是一个文字，哎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哦，可以让它得到下一个文字？后来我想了一个方法，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一招应该是还蛮不错。你可以在 for 回圈里面哦 ，for i 等于1到10这个按 enter 了，按一个 tab， 那这边增加一个变数，哎，这边变数的名称呢，也许我叫做这个方式哦，我假设取一个名称叫 col 啊，这个名称自己取，它。预设的名称哦，等于我给它一串文字好了哈，它叫就是栏位名称。我将来要的栏位就 B C D E F G H I J K， 好像到 K 吧哈，我印象中好像到 K 栏。哎，这边我看到哎到 K 没错哈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先给它一个文字串。那将来的话，我要取哪一个的话哈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根据这个 i 的值是，如果 i 等于1的话，那就取得 b； 如果 i 等于2就取得 c， 以此类推啊。所以我底下可以再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呢哈，然后我确认一下啊，因为我确定把它写的跟我之前写一样，啊，类似像这样的哈。那这个 colon 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要取得哪一个字的话，我可以再配合一个叫 mid 的一个函数啊 ，mid 前面我们在Excel 里面常用嘛，叫 mid， VBA 一样是同样的做法。那我 mid 的话呢，我可以取第几个字？哎，有没有把这一串文字？那根据什么呢？逗点。第二个问题是哪一个字？哎，哪一个字我用 i 就好了嘛。所以 i 的话呢，它如啊取几个字？取一个字。OK， 后刮弧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哦，根据它目前 i 的值。去取得哪一个字，那么这边一的话指的是一个字哦，所以如果当 i 等于1的话，这个公式得到的结果就是 b， 当 i 等于2的话，它就得到 c， 哎，以此类推，那不就刚好满足我要的结果嘛哈、哦，啊，最后的话呢，我只要把什么，把这个 col 这个变数啊，直接就放哪里，直接就把这个 col 放在这里跟这里啊，啊，你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把这个变数放进来哈，哎，不是说直接把它改成 col 哦，因为变数你要把它串在中间哦，还必须有一些诀窍哦，啊，可能这个要稍微记一下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双引号两个，移到中间，再加上两个 and， 再加移到中间，然后直接打 col 就可以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把 col 这个变数串在。这两等于是一个文字的中间啦、哦、把它先切开之后再串在中间。那最后呢，记得 end 的符号前后呢也要加空白哦，这是规则。好，那一样哦，我再做一次哦，这个可以把它记一个口诀啦、哦、一选取你要串变数的地方哦，然后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，两个 end 移到中间。哦、所以两个双引号，两个 and， 然后再加变数 col、哦啊、最后的话呢，把 and 符号前后加空白，这样就 OK 了、哦、这个口诀了哈、哦，双引号两个，
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，再加 COL 哦 ，AND 前后再把它空格，哎，这样就把 AND 的这个变数啊串在这个范围里面了。OK， 好，那最后应该这个程式写完了。啊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哈。所以刚刚这个 KOK 之后，最后的话呢就是难的哦，最难的这个啦。其实今天这个应该最后这个全部折线应该是最难的。啊，细节的部分，如果你一下子还无法理解哦，可能你自己再看一下我刚刚录影的部分哦，你就啊，最重要是这个串接变数的部分哦。好，那我们来试一下哦，这个串完之后啊，它就根据我只要 i 的值变动，就取得不同栏的结果哦。啊，执行看看，所以我先把图给删掉，最后的话呢，执行这个全部折线图啊，执行一下。哎，有没有美元出现了？人民币、欧元，哎，欧元，哎，好像曲线刚好怎么跟美元好像相反呢？有没有？所以其实这个其实都关联性嘛。哦、OK， 那美元跟日元的之间的关系有没有？本来想说美元这个降息会不会就贬值的？反而奇怪，没有贬值，反而升值。这个有时候那个哈。哦，这个是不是为什么？你们可以自己 再去深究、哦、那英镑的话呢？哎，刚好跟日元哎有点相反哎，很蛮妙的、哦、那其他澳币啦、哦、澳币好像跟英镑蛮近的。那跟美元啊，跟港币啦、哦、然后美元对人民币之类的。OK 好，所以总共有十个汇率的结果，那就可以马上帮我把十个汇率的图给绘制出来、哦啊，最后删掉、啊、所以最后的话，我如果希望呢，能够隔天再更新一下，按一下啊，汇率帮我更新了，然后再按一下全部折线图，这样就马上可以做分析了。这样感觉其实还蛮好的，他们哦，而且这个我想应该会是有效率的做事啦。可是你可能这做完之后，同学说，老师，那可是这个图有点太宽了，我可以把十张放一起一点。哦、不要放那么松散、哦、所以最后啦、哦、其实就有同学说，老师那可不可以换成、哦、类似像底下改成两栏，有没有？像刚刚我们是一张一个美元，然后直接就底下就是人民币、欧元、日币嘛、哦、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左边一个、右边一个、左边一个、右边一个，哇，那你说怎么办、哦、这个可能就自己再去变化了、哦、其实也不难嘛，第一个就宽度变本来十变五就好了嘛，一半嘛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让它下一个，等于是下一个不要增加这个哈，改变的就是它位置啊，可能变成 M1， 再来人民币变成 R1， 然后呢一样摆在它旁边啊，放 OK 啊，十也是五个宽度，高一样是十个，所以这怎么做了啊？我想请各位自己再变化一下啊，今天的练习部分、哦、那就请各位呢把这个全部折线图、哦、试着完成。全部折这个好像上面我看我这边上面写的我直接贴过来还有点问题、哦、你们可能要自己再看一下、哦